大家好，我们是星梦留学，我们公司的英文名字叫 New Dream Education Service Limited Liability Corporation。 我们公司总部位于美国旧金山，公司致力于提供高端精英留学服务以及如何帮您在美国置业购房及其他一些咨询服务。如果您想让我们帮您设计美国留学服务，我们将根据您的实际情况出发，根据你个人目标的规划，为您推荐和选择适合于您发展的学校。我们的优点是：一，我们是美国本土留学服务机构，我们比那些远在中国设立办公室的中介更了解美国的学校，所以我们能更好地服务于您。二，我们有第一手的学校资料，我们可以随时为您选择的学校进行现场考察，可以以最及时、最准确的反馈方式服务于您。三，我们有母语为英语的外籍专家，为您制定一套你在美国的学业规划。四，当你完成了求学签证，已经来到了美国，我们还能帮助您适应在美国衣食住行的日常生活，比如我们可以免费为您接机、租房子等一些日常的生活细节服务，让你没有海外孤独无助的感觉。从今天起，我们公司会陆续推出一些视频资料，介绍我们的主要业务。今天我们要向您介绍美国私立高中的基本情况。美国高中期限不同于三年制的中国高中，美国是四年级高中，也就是从九年级到十二年级。一个很重要也是人们常问的问题，为什么要到美国读高中？为什么选美国的私立高中？我们认为原因有以下几种。第一，一个中国学生如果能更早地学习和生活在纯美式教育的环境中，就能很快突破语言障碍，融入美国社会和深入了解美国文化。第二，美国的这些私立中学无论在教学质量还是教学设施方面都处于国际领先地位。美国私立高中一般比公立高中提供更多的 AP 课程选择，您有了更多更好的 AP 成绩，良好的 SAT 或 ACT 成绩，就是您或您的孩子进入世界名校的机会大大增加。第三，美国私立高中注重核心课程与多元化课程相结合，注重学生个性和多方面发展，强调诊断性和多元性评价。一个中国学生如果能及早的就读美国学校，能够完整的学习美国高中的所有课程，及早充分的接受美国式思维训练，才能最大限度的消除或降低中国僵化的应试教育对您或您的孩子造成的终身影响，从而使您或您的孩子成为国际型人才奠定坚实的基础。美国有几百所私立高中对国际学生开放，美国私立高中大多为寄宿制 which is boarding school， 有专门的辅导老师对学生的日常生活进行指导和照顾，既让孩子独立地在美国接受教育，锻炼其自立能力，又可令家长完全不必担心孩子的安全问题。中国学生申请美国高中最关注的是学校的教育质量如何。下面我们星梦留学为大家搜集整理了全美排名前100的私立高中，这100所私立高中也是通常我们中国学生经常申请的学校。今天我们就重点向大家介绍这些排名前100的学校。这是目前全美排名前100名私立高中的汇总表。我们知道全美共有50个州，但前100名私立高中仅分布在28个州内，而绝大部分学校又分布在以下这10个州：马萨诸塞州 Massachusetts， 康乃迪 Connecticut， 加利福尼亚 California， 弗吉尼亚州 Virginia， 宾夕法尼亚州 Pennsylvania， 新罕布什尔州 New Hampshire， 新泽西州 New Jersey， 纽约州 New York， 德州 Texas， 北卡罗来纳州 North Carolina。
马萨诸塞州 Massachusetts 有15所，其中8所学校排名在前50以内。康乃迪 Connecticut 有13所，其中有5所学校排名在前50以内。加利福尼亚 California 有11所，其中有6所排名在50以内。这三个州共有39所私立高中排名在全美国前100，占净比例40%左右。另外，弗吉尼亚州 Virginia 有8所，宾夕法尼亚州 Pennsylvania 有7所，新罕布什尔州 New Hampshire 有6所，新泽西州 New Jersey 有4所。新泽西州的这4所高中均在排名前50以内。纽约州 New York 有4所，德州 Texas 有3所，北卡罗来纳州 North Carolina 有3所。以上这10个州的私立高中共有74所排名在全百名之内，超70%，占近80%左右。关于这前100所私立高中，我们星梦留学的网站会陆续向大家介绍每所学校的基本情况，让大家对前百所高中有更深入的了解，好为自己或自己的孩子做出适当的选择。今天的视频介绍暂且这么多，如果你有任何关于留学、投资、美国房产等想要问的问题，在中国请您直接拨打950-403-12068，请注意不需要加001美国的国际区号，或者登录我们的网站 www.newdream-edu.net。